我开了口气，始终过了这么多年也没。实在老婆晚上好，实在老婆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圈圈，晚上好，屁屁。晚上好 kiss kiss， 大家晚上好。月光温柔缠绵，我护你的脸。可以，十五级好像可以进女粉群吧？杜杜应该是可以进女粉群的了。然后要找杜杜验证，因为是我们女孩子的秘密基地。超可爱老婆，超可爱老婆，晚上好，老婆晚上好。这是谁老老婆？不回答我抱走了。哦，这个人要抢我。他要抢我，今天妆好温柔是吧？我也觉得很温柔。我觉得昨天的装扮不好看，所以我今天换了一身温柔的装扮。钻粉可以进女粉，钻粉可以进钻粉群。对，钻粉群周一会抽写真。为什么我昨天拍的那么胖啊？我看了他怎么还瘦我胸呢？我看了昨天的视频，哇，我昨天的那个拍的我好胖啊！我这样看我也没有那么胖啊，是不是？谢谢，感谢我们追风金猴宝贝送我的钻石粉丝，感谢我们追风金猴宝贝开的续费的钻石粉丝。昨天是高清相机拍出来都是真实的，我这个也是高清相机啊。谢谢我上班老婆，上班老婆晚上好。罗大壮可以硬拉200斤的杠铃，我能硬拉200斤的帅哥。谢谢我们王不流行哥哥续费的钻石粉丝。今天周日哦，这是吃饱了，我晚上没吃呢，我跟我妈说了，这一个月我就吃水煮菜了。你有牛菲尔的趋势啊，但是牛菲尔他也有很多宝贝喜欢他呀，那我胖了你们还会喜欢我吗？你们还会喜欢我吗？加到眼前，月光温柔缠绵。谢谢星西送我的班卡，感谢星西送我的班卡。不喜欢？不会啊，我难受了啊。谢谢，感谢，好的，没问题的，续费了钻石粉丝。谢谢宝贝，感谢宝贝续费了钻石粉丝。谢谢我马哥老婆续费了钻石粉丝。谢谢我马哥老婆续费了钻石粉丝。大家可以打一通，可以弹幕发一发，就是我们钻粉群进开通钻粉，进钻粉群周一会抽写真。我们钻粉群钻粉掉的离谱，我们要搞一搞钻粉啊！谢谢甜甜，谢谢风平浪静，谢谢钻石粉丝。我看一下，我好像又被淘汰了。我超级粉丝好像要被淘汰了。对，周一就抽写真了，大家可以弹幕发一发。谢谢我们封面的，谢谢我们马哥老板。杜杜
群一点，发群一点，这样你就发个明天抽写真，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可以稍微发群一点。我是飞球啊，飞球就不要抽奖啦，缓一缓，不要抽奖啦。转身就不见。哦，谢谢我陈老师送我的夏日火箭，感谢我陈老师宝贝送我的夏日火箭。为什么来回换直播间？我们246就是那个直播间，357就是这个直播间。眨眨眨的眼圈，谢谢我们陈老师送我的夏日火箭。我的天，我离第七名还有好远哦。谢谢我屁屁续费的两个月的钻石粉丝，屁屁 kiss kiss， 谢谢屁屁续费的两个月钻石粉丝，谢谢屁屁，谢谢啊，感谢。请灿灿惩罚请，谢谢老婆开通的钻石粉丝，谢谢欢迎老婆回家，谢谢老婆开通的钻石粉丝，欢迎老婆回家。哎，今天好像能看到我的下颚线了，我把这边的灯光关了。那个直播间跟这里是一个房间吗？不是的，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是不一样。你看，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不一样的。好，谢谢，感谢我迷妹老婆，谢谢我迷妹老婆送我的水晶盒子，谢谢我迷妹老婆，谢谢我爱婷婷老婆送开头的钻石粉丝。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欢迎安甜甜老婆回家。这肚子不再减了，我已经跟我妈说了，我这一个月我都要吃水煮菜了。今天比昨天好看，昨天有点像红烧肉。那造型总有翻车的时候嘛，毕竟我这个造型师有点不靠谱。谢谢我儿子，谢谢我 M 宝送我的三个水晶飞机，谢谢我 M 宝送我的4个。谢谢，感谢我超可爱老婆续费的12个月钻石粉丝，谢谢我超可爱老婆续费的12个月钻石粉丝，谢谢我超可爱老婆。谢谢我畅开老婆送我续费了12个月钻石粉丝，畅开老婆大大大大大 ，M 宝大大大大大。这首歌好上头啊！你们有听到过这首歌吗？哇，现在好上头啊！哇，听到这首歌就好像，这好像我已经在弹一个那个过程曲折的恋爱了。哎呦，对，再见莫妮卡，还得是网易云 那么 QQ 音乐翻唱的那是啥呀，光温柔缠绵，一股我护你的脸。哎，我们差的不多了，我们马上要赶上第七名了，差的不多了。谢谢，感谢我 M 宝续费的6个月钻粉，谢谢我 M 宝，恭喜我们 M 宝在26周买房。恭喜我 M 宝买房了，谢
秀 M 宝是妹的六个月赞时粉丝，谢秀 M 宝。咖啡加加加到厌倦。M 宝大大大大大。恭喜我 M 宝在2669喜提大评测的一道。我觉得今天我这个卷发挺好看的，你们觉得呢？我看完这个卷发，我自个儿卷的。怎么现在人这么少了？拉我，拉我，我没那拉我，拉了拉了。我要娘了，以后我就不是你们的骄傲了。波波，谢谢老婆波波，差了不多，可以冲一冲，差三千块，我们就能冲上第七名了。这周的分好像不是特别高。好，谢谢我爱思爱老婆续费的一个月赞粉，感谢我爱思爱老婆续费的钻石粉丝，谢谢我爱思爱老婆。谢谢我项链老婆续费的钻石粉丝，感谢我项链老婆续费的钻石粉丝。昨天的回放可能是太刺激了，然后没有审核通过吧。一般的话，如果审核通过了，就直接会上的。这么多年也没去放过手，通常节制很轻松，需很平庸。坏人不停敲打你的心的警钟。以前我是11点前打游戏，12点看米娜，现在他9点半开播，我定梦了。那我早点开播，早点睡觉，身体好呀。我现在。一般，哎，你老说我凶干嘛？你有病啊！那我早点开播，早点睡觉，身体好。我现在每天都是3点之前就睡觉了。就那天去找宽如，去找宽如吃那个吃夜宵就晚了一点。他说我凶干什么呀？干嘛？我凶像脸吗？为什么要和摄像头吵架？他很傻呆，他每次都说我的胸，怎么会有这么傻的摄像头？你但凡要是聪明一点，我都不会请摄影师啊！你瞅瞅你那笨逼样，一天天杵在那里跟个木头一样。我就把你放到闲鱼上卖，你信不信？你再说我凶试一试，你再说一次试一次。哼！好，谢谢我们抱抱，看到的钻石粉丝，欢迎我们抱抱回家，欢迎我们抱抱回家。哦，谢谢我流云宝贝。这流云宝贝就是替你的宝贝送的火箭吗？谢谢我流云宝贝送我的大阪城火箭。流云宝贝25级了，我们流云宝贝25级粉丝牌啦！恭喜我们流云宝贝升级25级粉丝牌。哎，我怎么一看流云宝贝怎么公爵了？嗯，发生了什么？谢谢我们患者送我的钻粉卡，感谢我们患者送我的钻粉卡，谢谢我们患者。你直接推给我就好了，我加他。谢谢我们肉山小魔王送我的柯南马车和水晶马车。谢谢我们肉山小魔王，谢谢我青瑶老婆。
谢谢谢谢我们混送我的办卡。哎，我们马上就要追上第七名了，还有14分钟，我们马上就要追上第七名了。哎，有点炸麦吗？真的假的？这个麦是我们平时调的，按道理应该是不会炸麦，应该是我声音太大了吧。啊，这是谁？这是谁？谢谢我阿峰峰老婆送我的克拉钻戒。谢谢我阿峰峰老婆送我的克拉钻戒。命运天爷啊，一直听到一些炸炸的声音，那不是炸的声音，那是消音，就是除噪，那应该是除噪吧，因为我开了空调，所以是应该有一点除噪。我把空调关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因为它搞了除噪，空调关了它还是会有除噪。歌在哪听的？歌在网易云。有电流声吗？影响大吗？影响不大的话我们就明天再调，如果影响大的话，那我现在也调不了，人家声卡下班了。一般对降噪，就是我们，就是我直播间的一些噪音，因为我空调的声音特别大，空调关了会不会热着老婆？你就会看到一个大汗淋漓的罗米娜。电牛声牛，谢谢，感谢我们傻傻等待宝贝续费的30粉丝，感谢我们傻傻等待宝贝续费的30粉丝，是明梦衣服我的单卡。不影响，不影响，那就好。背景音乐是《再见，莫妮卡》。再见，莫妮卡。关了吧？关什么？关降噪吗？降噪它关不了了，它是在系统里面调的。因为我们在调试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这个，空调的声音太大了，我让它帮我调掉的，不然的话大家就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所以我说你赶紧把这个声音帮我调掉，不要让我的老婆听到这种烦人的声音。然后他就帮我调掉了。谢谢我们洛伊送我的办卡，理解一下，这老房子了，理解一下，空调系统有点尴尬。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那空调不响我反而睡不着了。他们是想让你关掉空调出汗是吗？啊，谢谢我情人，感谢我情人系列的钻石粉丝。情人谢谢我们乌条条老婆系列的钻石粉丝，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续费的30粉丝，谢谢我们喝喜地天动力老婆续费的30粉丝，谢谢谢谢我们青青木送的办卡。去运动一动吧，我们10点跳舞，我们现在在被淘汰的边缘呢，还差多少？还差100呢，还是1000呢？是100还是1000？这个1000，还差最后1000。我们就能超越第七名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淘汰了。第七名应该会守吧，我也觉得会守，所以的话就听天由命吧。月光温柔缠绵，你和保护你的脸，
自己晚上不来了，什么意思？他不打吗？谢谢青青木，谢谢我们 Smiling 送Sling 送我的班卡。什么样的男人才能俘获我的芳心？第一要温柔，第二要温柔，第三要专一。我喜欢温柔的男人，一点点对我凶都不行，要天天贴在我的耳边对我说，宝贝有我在，别怕，宝贝我爱你，宝贝别哭，都是我的错啊。说这种话第四不会骂我，哈，骂我骂我骂我，这种我得骂死他。敢骂我，我就让你尝试一下 LM 的感觉。第五十二块腹肌，哎，腹肌都是开玩笑的，这种东西你十个男孩里面只有一个，那太难找了，算了。谢谢我们诗诗老婆送我的钻粉卡，感谢我诗诗老婆送我的钻粉卡，谢谢。哦，豆豆你咋开通钻粉了呢？恭喜我豆豆老板开通的钻石粉丝，欢迎豆豆老板回家，欢迎我们，谢谢我超可爱老婆送我的七个飞机，谢谢我超可爱老婆送我的七个飞机，啊，谢谢我超可爱老婆送我的七个飞机，啊，我们超过了，我们超越了第七名啊。我们现在跻身于第七名了，我们成功了，谢谢我超可爱老婆助我们269一臂之力。第六，长得比我高，这个有点难，老婆真的有点难。我在上海很久了，真的，我认识的男孩里面比我高的，怎么说，和比我矮的就五五开吧，比我高的可能不喜欢我啊，比我矮的可能也不喜欢我。谢谢我们黎黎老婆续费的钻石粉丝，谢谢我黎黎老婆续费的钻石粉丝，谢谢我黎黎老婆。今天怎么穿长袖的热不热？怎么说呢，穿长袖你穿的多你的肉就没有那么明显，就好像我昨天穿的少我的肉就特别明显，然后现在鱼吧全是我的五花肉照片，我真的很烦，所以我今天穿了个长袖遮，高低遮一下我的肉肉。我多高？我170啊，我170，出门我又喜欢穿那种高一点跟的鞋，我运动鞋都是两三公分的那个高度，我喜欢穿那种厚底的，所以的话出门就我身板又不是特别瘦，然后一走出去就跟那一座山你知道吗。谢谢我们 S7 老婆是我的钻石粉丝，谢谢我百元老婆是我的钻石粉丝，感谢我百元老婆是我的钻石粉丝。家家道远哦，百羊老婆25级，这是谁？恭喜我百羊老婆现在25级粉丝了。袁姑姑老婆，你想我了吗？我想死你们了！谢谢我百羊老婆送我的10个钻感光飞机，袁姑
的老婆，晚上好，老婆晚上好。吃在我的嘴唇上，快点！宝宝，我这样好狰狞啊！我操！我刚刚那样好吓人啊！我老婆不会被我吓到吧？我刚刚瞅了一下屏幕，好恐怖啊！真名，谢谢我用户是粉丝三十粉丝，谢谢我员工的老婆送我的10个飞机，谢谢我妮妮酱老婆送我的水晶飞机，感谢我妮妮酱老婆送我的水晶飞机，谢谢我们七七想睡觉送我的钻本卡。马上10点了，我不会被偷吧？截图的分享一下鱼发，别这样，我看的时候截就好了。你那教练，我想打篮球。打两个。哎，我这样看又挺瘦的，为什么昨天那么胖啊 ？Why？我这样看我也不是特别胖啊，呀，这不是吹水吗？这不是幸福好男人吹水吗？幸福都是别人的。跟衣服有关系。昨天那个衣服真的显胖，真的显胖。超粉危险。睡睡哥哥超粉危险，挺肉肉的不瘦，我已经在减肥了，我今天已经跟我妈就是也就特别严肃的说，我说我从这个月开始我真的不吃米饭了，我只吃水煮菜，我要减肥了，再不减肥真的我看不下去了，我这也太胖了。吹水公主救救，吹水公主救救，什么救不了，被管制了，嗨，其实被管着也是蛮幸福的，哎，祝你久久不巴巴，从头到沙发，谢谢我们单身一万年新粉的三十粉丝，谢谢我们宝贝新粉的三十粉丝，谢谢。还有最后一分钟了，我瞅一眼。应该问题不大吧？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哦，谢谢，感谢渣渣辉。谢谢渣渣会送我的10个奇妙茶花会，谢谢我们何如宝贝送我的钻石粉丝，谢谢我们何如宝贝送我的钻石粉丝，谢谢我们陈三三老婆是你的钻石粉丝，谢谢渣渣会，谢谢陈三三老婆，谢谢。你那算是胖的话，世界上没有瘦的女人了。但我这个要上镜的话，确实算胖的。那我要跳开场舞了。哎，我今天听了那首 pop， 真的好好听哦。我今天不是下午去跟我妈和我弟骑自行车了吗？我一路都在听那个 pop， 哇，真的感觉。夏日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瞬间变成那种在水上游乐园在那里玩水枪的那种少女了，那种感觉我真的很棒，很好听那首歌。但是我今天由于我这一周不是开播了嘛，开播了，然后我寻思我没出门我就不用做核酸了，我也反正没地方去。然后昨天不是临时约的老师，然后不是说今天学那个 pop 嘛，后来我出门的时候才发现
我以为我能进得去商场，毕竟绿码嘛。今天出门的时候才发现我变成黄码了，就因为我这一周没有做核酸，我变成黄码了，我进不去那个商场。真的，我不改，我改了我老婆不认识我了。只要有可爱两个字，我就能认得出老婆。我因为我这边看不到头像，我只能看字。我跟向着老婆情侣名，默默老婆。默默老婆和项链老婆情侣名，我酸了，我酸了，我酸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耶，好夏日啊。原来终究我四个意外，你们是真爱。
Dodgy boy, wanna keep it cool. But I know every time you move, got me frozen. I get so shy, it's obvious. Yeah, catching feels like butterflies. If I say what's on my mind, what I hit bullseye. Shoot, I'm ready, aim and fire. Baby, I feel like you bet on life. Oh, yeah, yeah, tonight. Yeah, tonight. If your heartbeat still stay with them, you know. Attraction.
这他喵的，每天扣一分，这谁受得了啊？啊，这每天扣一分谁受得了？太难了。又扣分了，对。谢谢我 PSY 好弟弟送我的大白车火箭，谢谢我们 PSY 好弟弟送我的大白车火箭，谢谢，感谢我们 PSY 好弟弟送我的大白车火箭，谢谢，谢谢老贝送我的大白车火箭，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懵了，你就扣分了。就现在不能穿，不能穿抹胸，也不能穿平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人傻了。他说我升 V 然后扣分的。直接把胸给裹起来，太难了。对，复播六天扣了六分，一天一分，这怎么办呀？谢谢谢谢我丁小点老婆送我的水晶火箭，感谢我丁小点老婆，谢谢我老婆送我的水晶火箭，谢谢我老婆送我的水晶火箭。对啊，我花都挡着了，哪有声音呀？不是很懂。这怎么搞啊？这怎么办呀？嗯，我都只有七分了，这跳也不敢跳，动都不敢动，这怎么办？闹闹磕得了，这样是在耗，就是消磨我们的直播生涯。
就刚我们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衣服应该没有升 V 吧，可能跳舞的动作会有一点点勾被大家看的，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跳舞动作的嘛。那这样的话要么就是只能穿真的是高领的衣服，因为像我胸这么大的，你穿这种衣服的话就是你平视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加上跳舞动作的话，你要扣一个跳舞动作你就那么零点几秒的勾出现都不行的话，那我这个只能穿高领了。可能刚刚你镜头近的时候反正他们总会有错处抓到我，就每次都会有错处抓到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他们都能抓到然后扣分。不想去跟他们争论为什么扣分，扣就扣了吧，扣到四分我就休息了。谢谢我们未雨绸缪开通的钻石粉丝，感谢我们未雨绸缪，谢谢我宝贝送我的钻石粉丝，谢谢我们未雨绸缪送我的钻石粉丝，欢迎回家。扣分三天才能恢复。噔噔噔噔噔噔，弹幕嘞，我大妆过气了，是的，我过气了。哎，好烦，好烦，真的好烦。本来以为周二可以涨回来一分的，是呀。真无语了，谢谢甜瓜续费的钻石粉丝，感谢我们甜瓜，谢谢我们甜瓜宝贝。不是都挡住了吗？不知道呀，不知道为什么呀，我心态要炸了。谢谢我们等等续费的钻石粉丝，感谢我们等等，谢谢我们等等续费的钻石粉丝。嗯，怎么办呀？怎么搞呀？把我磕，就把我整傻了。严实一点，聊天随便穿啊，你坐就静态的随便穿，跳舞就严实一点行了。谢谢克斯送我的白卡，
侠不让我穿，我穿，连体的不行。我之前穿连体的被警告，不让我穿连体的。我穿奥特曼被警告，穿奥特曼和 Diva 连体的都被警告过。有那种贴贴可以贴一下，贴贴。不露沟的手巾。买一点高一点的抹胸。买高一点的抹胸，我现在去，但是我搜了抹胸，其实很多高的抹胸我穿了没用，你知道吗？不过他会注意下来。其实我这个已经蛮高的了，而且我是用固定死的。但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它撑开。有些东西它撑开或者是你不小心的那种镜头的时候，它就会有那种。它就会有那种动作，然后就会被扣分。谢谢玉兔高老婆送我的水晶飞机。张一直聊天没意思，我也没有看。怎么小心？我们昨天衣服都已经过得那么紧了，你自己看，我也过得那么紧了，我胸都大呀，我除非穿高领啊。我一件衣服我要钉五颗扣子，让他不去跑，你让我怎么小心？我们舞蹈动作有时候就是会有一时候就不小心，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把他手封在我的胸上面呀。
我真的已经很小心了。我穿个衣服穿三层，不包内衣我穿三层。昨天那一件衣服我订了五颗扣子，最后还因为跳了一个炸雷被扣分了。就真的很，有时候你跳舞你没有办法，你一直把一个手放到狗上面，我怎么跳？我不用跳，我就拿一个手跳就好了。谢谢小 Z 送我的火箭，谢谢 HD 送我的天使之念。回来一周扣了六分，就我们每一次直播的衣服都是一改再改，一估再估的。有时候真的跳舞的时候没有注意那么多就被扣分了。HD 啊，好久不见，我还以为你又忘记我了。就我已经很努力的想把直播做好，换了那么多设备，一回来连扣六分。本来说给的资源也没有了。谢谢芋头糕老婆送我的阳光飞机，谢谢芋头糕老婆，谢谢开开送我的班卡。我真的很想做好，但是这我真的感觉我现在的服装没有头绪了。没有头绪，不知道穿什么了，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应该长这么大的。你说天天穿高领的话，那跳舞也不好看呀。除非是真的哪一件衣服搞一个高领的衣服在里面当打底，这样的话我就安全。穿紧身的那种紧身衣遮住会被扣分吗？但问题是那种衣服也会被扣分，因为很多紧身衣你体积大了之后它会撑开它就会透，他会说这种是透视。你现在市面上买的很多紧身衣我穿了都会说是透视。只要一灯光一打我只能穿那种厚的厚的冬天穿的那种高领的上衣，而且不能特别紧，一紧就会说透视。看旧声音，忙。谢谢我脆脆鸭老婆送我的夏日火箭，感谢我脆脆鸭老婆送我的夏日混线，谢谢我脆脆鸭老婆。穿高领的那种
就必须还得在里面加抹胸。穿那种厚的衣服不仅会热，而且不好看啊。把平饮食穿，我去模仿模仿抖音上面那些女孩是怎么穿的吧。谢谢我 SY 老婆送我的赞粉卡，感谢我 SY 老婆送我的赞粉卡，又扣服了。对呀、啊，每天扣一分。谢谢 SY 老婆，对，我以前是跳民族舞的。第四名了，真的吗？我们好像差三千就第一名了。民族舞不扣分，我昨天没跳什么劲舞，昨天就炸雷被扣分了，说我俯身的，就是我在跑的那个动作，拍到胸了，被扣分了。今天是一离镜了，就镜头一离镜，我手这样一摸，然后手就碰到胸了，碰到胸，胸就挤在一起，就挤出那一条线了，然后就截了那张图给我，就我老狗了，我真的好难受，对，昨天炸雷扣分了。谢谢五六七送我的班卡，谢谢你猜哦宝贝送我的66个班卡，感谢你猜哦宝贝，谢谢你猜哦宝贝送我的66个班卡，现在只有 PK 不扣分，就直接刷钱。我们家的粉丝一般都是来看跳舞的，很少有战斗粉，所以我现在硬要转型去 PK 的话，我觉得会很伤我们直播间的氛围，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是一直来看我直播，都是来看跳舞的。不看我跳舞的时候，也能看我唠嗑。而且我在打 PK 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是因为我第一是我听不大清楚他们说话，第二是我有点社恐。这种 PK 的话，我可能接不住他们的节奏，接不住他们的梗，所以 PK 怎么说呢？平时普通玩玩还好，你要我一直玩 PK 转行成 PK 主播的话，我怕我喜欢我的人也会被我气走。谢谢我们优格泡泡送我们10个班卡，谢谢火龙灯仔送我们3个班卡。看，我去跟深深学一下穿衣服的技巧，他们那边应该也很严，看看他是怎么穿的。查房吧，看别人在穿什么衣服跳舞。不查了，大家都不容易。我一去查的话，他本来没被扣分，我一去查他扣分了，那不得怪我？我才不去查了，我才不去干这种坏事呢。还被罚款，平台被罚款关我们什么事啊？又不是故意被罚。
啊，我首页点进去生生十次有十次在唠嗑，那你可能没有赶上人家跳舞的点啊。我第三了，真的啊，太好了，我们第三了，太好了太好了，难怪老大说最近月底不 PK， 现在政策刺激吧。对呀对呀，现在很严的，我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我们从第七到第三了，我们很棒。哎，想出去，想出去玩滑板，但是我想带你们出去，又怕暴露我在哪个小区。怎能加我微信？不能加。这样子不加微信。去个公园玩远一点，但是好危险啊！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一个人大晚上的去公园玩，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不行了，太危险了。刚刚那个镜头我怕，我滑个板怕啥呀？滑个板我肯定不能穿这身滑呀。谢谢我勺子老婆续费的钻石粉丝，感谢我勺子老婆续费的钻石粉丝。现在在我眼里没有坏人，只有超管，超管是我眼里最坏的坏人。超管，你就是这个吸管。咬死你。勺子是男孩子，不好意思，我又已经忘记了。我又忘了勺子是男孩。HD， 你不是说你的背包要过期了吗？没过期啊。啊，原来你之前跟我说背包要过期了是借口，只是想我了而已，原来如此。谢谢我芋头干老婆送我的阳光飞机，谢谢我芋头干老婆，谢谢我老婆送我的阳光飞机。超感说还有这种好事，不要让我碰见超管，那我碰见超管我就直接扑通跪下来，哥哥放过我。 H 是没开麦呀，他都不反驳的哇，他真的没开麦呀。偷偷跟你们说一句， HD 大傻呆，他反正没开麦，问题不大，超管放过我。错是我的错。你看他真没开麦，估计跟他打游戏呢。斗鱼是不是要放弃舞蹈区了呀？啊！谢谢我熊熊老婆续费的钻石粉丝，谢谢我熊熊老婆，谢谢我老婆续费的钻石粉丝。我知道了，我以后我就不跳舞，我干嘛呢？就像这样。
像这个，放一首性感的音乐。如夜我们谈恋爱，裤子露出来冻而开，我不露出来显胖。那种气球给我挂几个，我要走可爱风，我再也不走性感风了。这性感风能一天扣一分，谁受得了？我不是想让他去给我那个搞几个气球嘛，我想让豆豆去给我搞几个气球，然后豆豆说我们没想到哪里有好看的气球，豆豆说迪士尼，我让他去闲鱼有没有看有没有，就是从迪士尼买气球出来之后没有地方放的，在闲鱼上卖的，我让他去闲鱼看一看。我要不靠不给姐妹看，我要进去。姐妹还需要看吗？姐妹直接能拥有我，直接跟我睡一张床。但你不是姐妹，你不可以进群。你想得美。你喜欢看什么动漫？那我喜欢看。你真是个天才啊！我喜欢看你真是个天才。啊、oh, ！我从来不看蜡笔小新，我看你就是个开跳跳啥呀？刚被扣了一分，跳啥呀？不敢跳。啊、不行，我在这里塞张纸，应该就没问题了吧？我要每次直播，我要把我的沟填满，填满了它还能扣我分，
就把我的勾给填平了，应该就不会扣我的分了吧。就算我穿这种抹胸式的上衣，但我用纸巾把我的勾填满了，那我的勾就不是勾了，那就是平地。勾看不到勾就不算勾了吧，对吧？填满它。有点突兀，哎，稍稍有那么一点突兀，看现在看不看得到勾了？有，但是有那么一点突兀，还行，还行，看着还行。感觉还好啊，怎么说呢？等我实地考察，但这不行啊，这太妙了，这是上半身是流动的呀，你手一碰，它就会挤在一起呀，没用啊。填不平啊，怎么说呢，笑得挺好，还笑笑笑笑笑笑，你别看我嘴上在笑，我心里都快哭了，我回来一周，回来六天扣了六分，我都快哭了，还笑笑个嘚儿。我今天还跟我妈说，我今天骑完单车回来的时候还跟我妈说，我说要不咱今天别哭了吧，我总感觉今天我眼皮在跳，我总感觉今天有点啥事儿，我总感觉我今天会被扣分。我本来今天不想播的，然后一寻思，哎，不行，今天开了双倍卡，得播得播。我本来想说拉着我妈去买电动车了，她喵了，买个电动车不香吗？去买电动车，买自行车不香吗？开个直播还被扣分了。啊！谢谢我们可乐送我的五个紫水晶卡，感谢我们可乐送我的五个紫水晶卡。我做梦梦了你一晚上，梦了我干嘛？你梦着我在干啥呀？我巅峰赛从1600掉到1500了，我好难受。豆豆，你这些气球找的有点太幼稚了吧？哎呀，你这个气球会不会有点太幼稚啦？这个花花绿绿的。我不是要幼稚吗？我是要夏日，我是要夏日，不是要儿童节。我就是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要夏日的感觉，可能没有表达清楚。就是我想要的是那种透明的气球。透明的气球，然后有一就是那种透明的光打上去有那种穿透的感觉，然后让大家，然后怎么说呢，就是
夏日的感觉。哦，可以气球颜色淡一点，元气清新仙气，对，夏日的感觉。五彩斑斓的黑，五彩斑斓的黑是什么？那怎么搞？儿童节夏日限定。噔噔噔噔，就很，就要不实在不行，我们去迪士尼门口，我们去迪士尼门口，然后呢，等到他们快散场的时候，或者是就是等到他们下午的时候去门口，反正他们差不多快走的时候，就在门口看有没有人不想把气球带回家，觉得有点累赘的。我们就去跟他说，你这气球是那个半价卖不卖，我收了，我们去收迪士尼的气球怎么样，那种迪士尼的气球是透明的，要不咱就收迪士尼的气球，我觉得半价有点高了，人家120买一个气球，我们看50块钱他估计都能给我们，你知道吗，照码拍完了，他们要走了吗？照码拍完了，那现在带回家放家里面也没有啥用，是不是？我估计50块钱他都能卖我们。我们明天要不坐个地铁去迪士尼门口要气球去，收气球去，多搞点气球。完了，你想搞什么形式的都行。要不要先了解一下迪士尼的气球能不能当直播背景？我觉得可以吧。穿山妲己一道货，真的假的？你有穿山妲己吗？你有吗？我都没有。哇，我闺蜜一柜子的那种小玩偶，我一个穿山妲己都没有。咱有电流音啊？现在有电流音吗？还有电流音吗？我把空调关了，可能我空调太响了，老房子嘛。什么迪士尼有版权的10万几个？真的吗？我直播还不能用迪士尼的背景啊。啊，啊，我买个，我50块钱买个迪士尼的气球放到直播间，我要赔10万块钱给迪士尼吗？没有这么离谱吧？我真没有这么离谱吧？迪士尼的背景板不能用，不会吧？我自个买的东西我还不能放我自己家里面放啊？啊，我自个买的东西我还不能放自己家啊？我放哪儿？我供起来啊，我放楼顶供起来，人家看到我家的房顶就能看到迪士尼的气球，真的是，如果他告你的话，不至于吧？谁会没事告主播的背景板啊？不会吧？你会放家里，但不来拿来你，我搁家里面卖气球吗？我也不搁家里面卖气球啊，这不算盈利吧？还炸麦吗？我听听。喂，炸麦吗？喂。不炸呀，我怎么没有听到电流声？哎，我耳机里没有听到电流麦啊。你欠我的用什么还？炸吗？炸的要死，真的假的？炸的要死，你没骗我，
你要是真的觉得炸的要死的话，我就用手机播了，我就不用电脑播了。要不我们用手机播好了，我看一下我手机的。嗯，要不用手机播，我正好去煮个菜。到时间了，我今天被扣了一分，不敢听。很炸吗？是很炸吗？插头插稳了没？插稳了，这个声卡是插稳的。我今天上坡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是插稳的，有点电流声的。哎呀，反正他喵的，反正那个跳不了舞，他妈气愤了，我还想留着周二跳呢。再塞一点，再塞一点，不安全，给它填平了。再塞一点，别看。再塞一点，我手机播。别滑了。我觉得 OK 了，我觉得 OK 了，肯定看不到，非常 OK， 绝对看不到。嗯，这不算透明的吧？越塞越明显了，不可能吧？你看啊，这样看不到沟啊，这样看不到沟吧？嗯，这样肯定看不到沟。那我们手机播去，我手机播好不好看啊？我先看一下哈，等一下，我手机看一下。哇，好丑啊！哇，好粗啊！我调一下美，能不能调美颜啊？咱说麦还有点炸吗？前几天麦还不炸了吧？这麦就炸了。啊，宝贝，你终于好看了。我前几天不好看吗？还是很炸，啊，这就很奇怪了。那我们去下面。我们去下面用手机播吧，好不好？你们在这个房间等一下我，我们下面见。如夜谈恋爱，一起醒过来。如夜谈恋爱，一起醒过来。谈恋爱，心里花儿开，你笑起来像个孩小孩，飞把都往我怀里栽，漫不经心的认真，却比谁爱你爱的都深。
起伏，这一条舞来的有温度，你不经意的碰触，心甘情愿被你俘虏。如夜谈恋爱，窗外月光晒，谈恋爱，心里花儿开，你笑起来像个孩小孩，飞把头往我怀里栽，漫不经心地认真。